コンビニ、消費税が上がっても 8% のままの品物にマーク。来月1日から消費税が 10% に上がります。しかし、食べ物や酒以外の飲み物を買う場合は、今と同じ 8% のままです。酒を買う場合や、店の中で食べたり飲んだりする場合は 10% になります。コンビニの会社は 8% の品物がどれか分かりやすくすることにしました。8% の品物は売り場の棚とレシートに漢字やマークをつけます。ファミリーマートは売り場とレシートの値段の横に漢字をつけて 8% だと知らせます。ローソンも同じように漢字をつけます。セブンイレブンジャパンは漢字ではなくてマークをつけます。好，大家好，我是邱老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哦，コンビニ便利商店，消費税が，哦，好，消費税が上がる，哈，我们看一下。哦，消費叫消費，哦，所以叫做税，哈，消費税が上がる，哦，上がる是自动词，哈，上去的意思。那消费税上去是说消费税哦，消费税涨价了。好，我们看一下，消费税加阿加鲁哈，消费税涨价了哈。那你后面再加 temo 哦 ，temo 是即使哦，所以即使消费税要涨价了哈，要从8%哦，8%哦，要涨到9%哦。从下个月2019年10月1号开始，要涨到10%了。好，往下看。好 ，Temo 即使要涨到10%，哦 ，8% no mama， 哦，好，这个 mama 是依照、依旧、依然，哦，那名词 no 名词，所以什么？哦，依旧是8%的。哦，好，这个 cinnamon 是东西还是商品的这个商品？你是对象，哦，这个 mark 就是哦英文的那个记号哦，要做哦做记号。好，那我们看这边哈，所以它这边有个星星的记号，哦，啊星星的记号怎么讲哦？星星的记号怎么讲哦？哦，刚好来教一下哈。好，这个好，好，星星叫做星星，哦，记号叫做，哦，看一下，好，这个印就是记号，叫做星星，哦，那你星星的记号的话，应该叫什么？星星，好，音变哈，星星记录星。哦，后期记录器就是星印，就是星星的记号哈、哦，应该是这样吧哈、哦。好，那如果我们圆形的记号哈、哦，叫做什么？马路记录器。哦，马路记录器，丸印就是哦，看一下。哦，改成黑色的比较容易看哈、哦。嘿嘿嘿。哦，我不是要用这个哦，用这个。哦，那如果箭头的符号嘞，哈、哦，箭哦，我们射弓箭的那个箭叫做鸭，哦，鸭就是射弓箭，我们射弓箭那个射出去那个箭叫做鸭，哦，所以箭头符号叫什么？鸭吉鲁喜，哦，叫做死印，哦，那我们对日本公司的食品公司很熟的叫做什么？叫做血印有没有 ？Yuki 吉鲁喜，哈 ，Yuki 吉鲁喜血印就是什么？就是诶、欸、那个血的符号了，哈、哦。好，哦，所以我看一下，好、哦，好，那他这边的这个 mark 就应该是指这个符号哦，用 mark 用一个符号，但是他是用什么？就打个星号，
这应该是星星的符号，有没有？好，再讲一遍哈。コンビニ便利商店消費税が上がる，哦，消费税上涨了。然后加 temo 是即使消费税上涨了，还是8%の慢慢，哦，慢慢是依然依旧，哦，依旧是8%的シナモノ的商品。你是在这个商品上面マーク，哦，マーク是打上记号啊，打上这个星星的记号，哦。好，我看一下，来开始注意大吉卡拉哈，从下个月的1号，10月1号开始，消費税が10%に上がります。10%に上がります。上がる上涨到10%，现在是8%，要上涨到10%。しかし，但是，食べ物や食物或者酒以外，OK 什么？这个食物哦，可能是便当还是面包，或者是酒以外的。好，飲み物酒以外的饮料哦，酒以外的饮料的果汁哦，汽水、牛奶。还有白以外哦，白以是情况哦，所以还有是买，所以你在买食物还是酒以外的情况。伊玛托欧纳基哦是哦，跟伊玛哦，伊玛现在托是和现在相同。同じ、吼、8%のままです、吼。好，ママ是依旧，吼，依旧是跟现在相同的8%。哦，所以酒以外的，都一般的饮料，吼，还有食物以外的，食物以外的，欸，食物以外，吼。所以，那倒过来讲啦，比较简单就是说，食物跟酒，这个是 10%， 那你其他的是什么？其他的是8%。酒を買う場合は、吼。哦，那个买这个酒的情况，哦，一样是或者，店の中で，哦，或者是你在店里面，食べたり、飲んだりする場合，哦，或者你是在店里面，哦，你要たりする，哦，有时候干嘛，有时候干嘛，所以或者怎么样，或者你在店里面要吃，或者你在店里面要喝的这个情况，10%になります，哦，才会变10%，哦，所以。我再讲一遍哦，好，所以你买酒的话就是10%，或者是哦，你要在店里面吃吃喝喝的话也是10%哦。コンビニの会社は哦，好，便利商店的公司8%の品物哦，这个8%的这个商品，大家强调到前面，强调这个8%的商品，どれ是哪一个？好，卡是哦疑问词哦，所以どれ卡是哪一个呢？哦，所以8%的。哦的这个消费税8%的这个商品是哪一个呢？わかりやすくすることにしました。哦，好，这个比较难。哦，我们看一下。好，わかる是知道还是懂？哦，那我们连接型加やすい是容易。哦，所以わかりやすい是什么啊？容易懂哦，比较容易看懂。哦，啊，比较容易看懂。哦，那怎么接？哦。好，所以わかりやすい是比较容易看懂。那わかりやすい是当什么词？哦，当一形容词。哦，因为后面接的是这个やすい是一形容词。哦，这个やすい不是便宜的やすい哦。这个やすい汉字哦，这个やすい它的汉字是写个易，就是简单。所以わかりやすい是很容易看懂，很简单看得懂。哦，好，那我一形容词去一加苦加动词。哦。然后这个是一形容词要加动词又这样接齁。好，那我要把わかりやすい要变成动词。所以我把后面的一去一加苦加动词齁。所以我加苦再加食物是动词。那你用成食物就变动词了嘛。所以原本的わかりやすい是很容易懂的。齁，那我把它变成动词还是什么啊，用得很容易懂。齁，用得很容易懂。哦，那我们后面再加一个句型哦。ことにする，ことにする是决定还是要？哦，决定还是哦，还有几个意思？决定要哦，还是把它做成什么？哈，还有几个意思？哈，好，第一个这个句型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哦，决定要干嘛？哦，那第一个是哦，做成什么，用成什么？
当成什么做成用成当成啊齁。做成用成当成。所以我们这边哇卡里亚斯库死路然后后面就加什么科多尼死路。所以这边给他翻决定要齁。所以他们便利商店的便利商店的公司他决定要把它做得比较容易看得懂。便利商店的公司决定要把它做得比较容易看得懂。但是他们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8% の品物は8%的这个商品，我们要ウリバ ウリバ这个ウリバ不是我们台湾讲的什么大卖场ウリバ汉字写卖场，可是它不是大卖场的意思。ウリバ就是我们卖东西的小摊位我们看一下日文的ウリバ跟我们中文讲的卖场的意思我们台湾讲的卖场意思很多日文的ウリバ就是那种小摊位看一下这个有没有然后这个ウリバ这就是小摊位叫ウリバ这个小摊位叫ウリバ好看回来所以ウリバの棚棚是柜子所以这个摊位的柜子トハンレシトにレシト就是收据我们去这个日本买东西的时候它会有收据日本的收据我们台湾的收据叫做发票啦因为我们台湾人还可以兑奖嘛还可以兑奖有时候中奖可以中200块嘛但是很难中啦都在200张才中一张啦日本的他没有办法兑奖叫レシト所以那个日本朋友来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个收据都会丢给我因为说给你兑奖不过从小兑到大我应该有兑到上万张了啦中两百块十只手指头数得出来那个命中率超低的ウリバの棚什么所以这个摊位的这个柜子レシト トハンレシトに和这个收据看挤压换字或者是マクをつけます マクをつけます给他做上记号那给他做上什么做上这个星星的记号做上星记录器マクつけます给他附上这个星星的记号好这样会吗那有上过我的课还是常常在看日本原文的教科书人都知道日文的这个什么文法书如果前面打上这个记号的话就代表什么代表那个有没有就是看日文的文法书前面常常打上这个星星的记号有没有就是课书的用法啦课书的变化课书的用法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星星的记号你看你打猴戏吉游戏往下选好这个星星的记号这个星星的记号好这个星星的记号OK 好那我们往下看所以他如果是 8% 的这个什么的商品他的什么这个摊位的柜子和这个收据上面会给他给他附上汉字还是给他附上星星的记号给他附上一些记号好我们看一下汉字的话有没有他这边写个轻有没有写个轻就是价钱比较轻 8% 的税或者是什么给他附上这个记号有看到吗我们看一下 Family Motto Family Motto 应该是全家啦所以日本也有全家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日本三大超商好 Family Motto 就是我们这种叫我们台湾叫什么全家便利商店好这边还有个什么这个是 这个是 Lawson 好像听起来像中文的 Lawson Lawson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三大便利商店好这个便利商店蓝色的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肉松哦，肉松，我看到这个叫肉松，卖肉松的。好，然后这个 Seven Eleven 哦 ，Japan 哦，日本 Seven 哦，这个应该不用介绍，好像是 Seven 跟 Seven 好像全世界都有。好，我们看一下日本 Seven。有没有 Seven 怎么样？跟台湾的这个标志一样。OK， 哦，所以日本三大便利商店 ：Family Mart、全家，哦 ，OK， Lawson， 哦 这个 Lawson 中文不知道怎么翻，哦，好 ，Seven Eleven， 哦 ，OK， 好，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三大便利商店他们怎么做，有没有 ？Family Mart 啊，哦，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売り場とレシートの値段の横に，哦，它叫什么？这个摊位和这个哦收据哈、哦，我们去买东西的收据的这个价钱哦的 Yokoni 的旁边哦，漢字哦汉字的哦这个清哦汉字这个清哦清的话带有两种念法哈、哦，一个念卡路哦卡路伊哦卡路伊是很清的哦，那你念卡路的时候应该是训读哈、哦、，OK。那另外一个念 K 哈、哦，念 K 的话是音读哈、哦，哦，那这边可能会念卡路哈、哦，所以这个漢字の卡路哈、哦，所以它的汉字也比较轻哈、哦，比较哦轻的这个汉字哦，好，我们看一下，好 ，K 的，好、哦，好，所以这边是这样子哈、哦，这边漢字 O 字 K 路就是什么啊？它会附上，它会写上一个汉字。哦，他会写上附上一个汉字，印上一个汉字。那汉字是印什么？印这个比较轻的轻哈、哦，就跟你讲这个收这个税比较轻八趴。哦，好 ，OK， 他记 percent 打哦，打是四哦，这个是八趴的商品。偷是指前面其他 say must 哦，其他 say 是通知你哦，通知你这是八趴的商品。Lawson mo。哦，那只有你哦，有你是好像哦，好像是相同的，好像是一样的。看只有只可以吗？好，所以肉松哦，肉松这个便利商店哦，它也是好像是一样，它好像也是附个清。哦 ，Seven Eleven Japan 哇，哦 ，Seven Eleven 哈，哦，这个 Japan 就日本啊。哦，那你像我们台语有没有？我们台语在讲什么？假胖就是吃面包啦。哦，啊假名就是吃面有没有？假笨就是吃饭啦。好，这个冷笑话。哦，这个有一个，欸、之前有带这个日本阿嬷哦在台湾玩，然后他说，你放进哇有没有？胖哦，他被奈哦，我们我记得他冷笑话哦，还蛮简单的。他说什么？啊，日本人不吃面包。哦，他说他这个冷笑话是这样讲。日本人はパンを食べない。哦，日本人不吃面包，有没有？可是日本人叫做假，哦，可是日本人叫做假胖，哦，日本人叫做假胖，哦，就日本人叫做胖，哦，日本人叫做假胖，有没有？日本人叫做面包，哦。然后他说アメリカ人，哦，他说啊，美国人不吃，哦，アメリカ人は。Come 哦 ，Come 是米哦 ，Come 哦，他杯奶。他说：“哎、欸，美国人不吃米哦，美国人不吃米哦。可是哦哦 ，OK 哦，嘎哦，逆接。可是，但是哦 ，America 叫做什么？可是美国叫做北国库哦。可是美国哦，可是美国叫做米国哦。有没有？美国人不吃米，可是他们叫做米国。”哦，日本人不吃面包，可是他们叫做假胖，有没有？哦，这个名字很奇怪哦。好，那这个日本假胖哦，假胖 Seven Eleven 有没有？就是日本哦，这个 Seven， 漢字ではなく哦，好，漢字ではなくて哈、哦，好，ではない就是不是啊。哦，我们ではない就是不是哈、哦。啊，ではなくて是那个意那个后面的ない哈、哦，我看一下。名词加德瓦奈就是不是啊，哦，哦，那我们改成德瓦纳库德，哦，
哦，我们这个奈当易形容词变化，那奈改成那个易形容词的 could 哈，改成易形容词的推形。哦 ，OK， 好 ，OK， 哦，改成易形容词推形断句哈。好，所以不是面，说什么？不是汉字，哦，是什么？马库，哦，是马库，是这个符号，但是是什么？猴戏吉鲁西哈，是这个心形的符号，哦。哦，这可以吗？是哈。好，所以这边是说什么？好，整篇是在说哈，你那个 seven 哈 ，seven 的8%的这个商品哈，它是用星号哦。然后你那个日本全家跟这个日本洛松那个便利商店，它是写个清哦，它是写个清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省钱的话，去日本玩的话。哦，想要买8%的东西哈、哦，就是它会有记号哦，它会有记号，好、哦，这样懂了吗？哦，不过已经去日本玩了，机票已经花1-2万了，那吃个饭再计较哈、哦，吃个饭买个东西再计票，那个什么1%2%那个，哎，何苦嘞？有没有？去日本玩已经花那么多钱了，还在那边省那1-2块钱哦。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哦，喵喵。